世界杯青少棒的冠亚军争夺战，是由胜部冠军的中华美和队迎战由败部脱颖而出的美男队，终以5-1的战绩击败敌队，卫冕成功，第三度夺得1974年世界青少棒锦标赛的冠军。我不想过水木呢。都帶到嚟看啲鋼再補咧，翻一攞嘅鋼啊！睇緊要改軍一船咧，真是啲啊！睇緊要啲船喎，真是嗰時我撲著咗佢咧，真是佢笑，可能講啊，睇緊要改防御咧，真是天師要改笑啦，改笑嘅，唔怕嘅，啊時間多時就會起嘛，做嗰條火防庫啊，嗱呢個啦，先買第一條火防庫嘅，佢火防嘅原來可以改用一啦。开始掉出来，背过防卫员安尼，好一下是不得看，五百个，有当老人，真有全力打毛路，给个买个安泰山，安安那什么安打哦，好全部都好，天黑又有风嘞，好，好输呀，真是给他小龙家行啊，小龙可以，我搞的只是人人工人心呀，光光给他们，刚过去动。也很感人，感人，感人！又从那讲，也世界名牌的呀，也是世界。以前哦，比如买讲到米粉，人就讲安尼。哎呀。主要以后看一个陈教练的初衷，哦，让我比，让我比安尼呀。他每个比赛都系将佮个发球呀，伊看到5-6点钟就可以看，伊主要咪看棒球，看成绩的初衷安尼。有印象我也去上过台面啊，同我啲帮，阿爸帮你过去，我也我又点点半咯。嗯。走队。好。人家个呢，冇比这半多，半只只多多人家出来的风啊。干那个东西，你就在这这位是青龙侠。实在不一样嘞，一样嘞，可以在夜晚嘞，实在。挺好的，挺威。Nice。哦。以前高高广大又高又硬。啊，今天呢，我们刚刚好，我们也是我的教练哈，你的师公啊哈，哎，曾教官开始带领我们美和，好，一直创下啊这个非常这个辉煌的战绩的时代。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教官给我们讲几句话哈。要比棒球教练，其实说要生命底背，有三分之一的颜色投球场上。在台湾做起棒球亲身，万人空巷看全部的人台。耶稣暗号，
是儿童球员界的先锋，伊也灌高是在小球员呢，也能顺利突动一面呢，做业选手。伊遐卖人，大家都遐面高管。最初呢吼，我就改好高了。买鞋的时候都，安尼没改怪鞋的，改无限，所以都最初接到一个棒球的时候，我即个买鞋的时候都在看好高的，好个高，对啊，内部个高，给他用的，都经常安尼撞下来，身上得打球的，给打球的时候我都在看啊。多一点出来呢吼，尊大多还尊重了阿木头，像还跟阿木头还咁视察呢，就是阿木头看不到了，多一只木头哎，啊，这个多嘛多一只，用一只木头的，这是要慢慢个，莫养出到那个打球的精神，啊，就好搞。1946年，台湾还是日本时代。18岁的郑基彦考入日本光海航空厂，专门研习飞行机螺旋桨的修复。螺旋桨安泰东西呢？他跟有一天拿到那个插过去，让木桶里头，我这个用手掰，这个都不起了。他跟你说，哎，孩子，身体又没虚，把个腰没虚，体太腰了，人家说话有力嘛。跟着自己身材呢吼，一下来是黑白白白，红太多嘛个东西呢，我变着来，啊变着你那啊螺旋桨都按去可以搏啊，你搏个萝卜粗啊，就话呢，所以这时候实在是我没属于别人的。退完功夫后，郑基彦跳派到台中水南机场工作，对一下行业也棒球人生。第一头摆呢吼，喺台中啦，你不是做位时候，留到嗰度，今天就穿好高啊那个啦。大概那安多东西呢？那接触的接去呢？吼，我选队长，这是个队长从马克多做呢。没讲个将军太大马克东西，马克都冇，我做一指挥啊。伊讲用线呢，都用个线都，我真见了，做咱有办法嘛？就按的开始个。我打棒球时候我打得挺厉害呢，我打到脚头顶呢。用的，我都讲好，压得都真好。等按了这个接触的，按了接，总两场就是28球呢。我接触的时候，变到都台湾我到新，啊，今后面就新比了，都在台中。啊，打到平常有两个人接水嘛，等到这两场啊，这场的时候脚抬得来，用唔一就推出来啊，又冇人接啦，所以呢，有啲疏通阿瑞叔啊，抬下去，抬安尼抬得呢，抬到。太多个特殊班吼，你都安尼在接的，所以今天呢，今天清晨安尼去点一下吼，根本啊头上还都没办法嘛。所以呢，大行都在骂了，干你娘吼，都在骂的全了。可是公安面这脚头那都做完这个接，你问干嘛安尼这个这个食堂都安尼骂呢？去多哎呦！所以要这个帮助，今天我好，郑基彦都要个帮助吃，他们用上
那都望住我车啊，让我撞他呢咯。发怒一片的吼，都我都枪一个是一个手指都就朝他，他又都不摆，就穿里面。1953年，陈启仁晋升少尉军官，也是陈高官一个名臣的由来。对1946到1984年，也38年当中，陈启仁带领空军护防队，对一支落入参兵的队伍，变成闻名国内外的常胜军。铁血两杂事，都是陈启仁带球队同带军队同样的任条。那个47年，江崇哲、陈胜、于大伟，47年那个75，哦，总裁江崇哲，总裁江崇哲，他们是台湾的棒球。成立一种全民抗疫的运动，是对1968年推动红叶消防队打赢日本关西队开始的。红叶消防打赢日本队以后，1969年推动金龙消防队得到台湾体育处世界消防冠军杯。当时的总统夫人蒋宋美龄批准金龙首长免费手托华兴中学，组成当年闻名的华兴棒球队。1971年，在屏东的泥埔的创办美和中学的外科医生齐邦兴，创立了美和棒球队。接下来邀请在1970年的世界消防赛，得到第五名，杀魔法兔保送华兴中学的七副校长来南埔托手打球的。出个半年，似乎受将打算集体转好到华兴中学，美和队面临解散的危机。似乎受将爱离开，使得齐邦彦心归急，电报请到当时万托嘅空军棒球队做教练的陈启仁。今日齐邦彦先生呢？吼，都爱可能要嘛，难得嘅黑人嘅字体呢？吼。我提一个一个客家长来出头天啦，啊，变成我一个河南的，成发一个河，以前都齐邦彦先生做安那个人啦，啊，所以呢，今日我全程告诉，我是不是去我嘅打球呢？带到空军的球队也好，有人在甚至这个训练嘅时候。那个教官就讲啊，喂，教官，有廿千啊！我这个前日讲说，电话啊，你几场啊？当个呢，嗰段时间呢，咩人在你边度嘅呢？根本就是军队嘛，是几场嘛？让我带来啊，睇下佢拿，我拿一个报纸嚟吼，佢拿报纸嚟讲啊，好，有廿千啊！我们都合表我们来休息一下，我都就去看那的翅膀医生电波了，真见见唔停单呀！哦，我想去，哦，该冲几回了。同样是屏东泥埔的人的陈启仁，回到家乡，接掌美和棒球队。出面名落全国各地的消防好事。这个要回顾到40几年前了哈，那个第一代金龙队他们是打世界冠军嘛，然后就直接保送，那时候是蒋宋美龄的学校，就是去华兴中学。然后第二代七虎跟我们金龙队呢，我们是被打再见前垒打。结果七虎他们没有打世界冠军，华兴本来是不收，后来又经过他们嘉义的一些地方人士，后来也争取过去的。那个时候有一半的选手是到美和中学，后来就争取
去华新中学以后，变成剩下两个选手。那时候曾教官啊，他就去台中找这个台中金融的，我们应该算是那一代的第二名，所以他就是找我们。其实第一个来到美和中学的台中市的球员就是我。但是猕猴数多他们的都听一秒以后，但是要有一个好处，听一秒同听一秒其实比赛就不会差太多。但是呢，听一秒很多发生的听一秒以后二三次以后的改到大部分甚至对台中推动华联来，所以这猕猴老实说的这选手数据的可以讲全胜的，所以讲在后背下屯华新打比赛个赢的机会过多，包括集中屯高中个号的，因为天一名以后的选手哦，精英集中个号，真是一个实力站嘛吼。他们就是训练那个课程的，一到了球场来都打的，打球进球哦，莫讲啊，直接打到的好球一般，每一天都拼一点，每一拼都个拼。所以你等球员发誓了，要唔得要我打的，反正呢，就是专门欺负你用啊。哎，看起来，包括哎，佮七家来讲吼，台湾的教练每年听得多，对总都讲的，伊个教练帮啊，从头到尾都真打球本线数接，吼，线数从那里，不管矮呀、矮呀吼。哦。佮他们是空爱带空军嘛，所以呢吼，来到空军。我球队带来呀，带来训练一点啊，哦，但要按但按好的顺序，一个问题，绝对冇正常的了，绝对冇正常。有唔要讲啊，难得有乜嘅匹配嘅咧，难得种认真，有冇乜嘅其他嘅都一线是标嘛，但是要讲有匹配，我有匹配样嘅训练。经过一年的训练啊，都民国61年，我咧都先得到一个有一处以营养师，各种营养师的女班带，先得到一个南部营养师的冠军，那么参加全国的选拔赛，我咧最后同华人比啊，都营养师表扬三万声，都第一次得到冠军，那么得到世界冠军，都民国61年。民国61年的时候，俺又赞成发音标，再给俺输一分。63年，俺又赞成发音标，俺得到强棒啊哈，强水棒送了冠军，跟 T 十世界杯哈送了冠军，加上高雄的立德棒球队，跟三冠王都给他来的。我国中华美和青少棒队在前年首度参加世界青少棒赛，即夺得冠军。今年美和队前往做第二度的卫冕。世界杯青少棒的冠亚军争夺战，是由胜部冠军的中华美和队迎战由败部脱颖而出的美男队，终以5-1的战绩击败敌队，卫冕成功。当然的每次都每站的旧金山啊，也遐咧洛杉矶、纽约吼，也遐讲遐咧华盛顿哦，真是讲个侨胞对俺的国太个安尼鼓舞，也不没讲个，因为讲个吼，今年推也对政治也是抱有关联啦，因为个台湾的政治呢推出联合国啦吼，也遐讲个都影响民心国太，所以俺的肖邦呢吼，因为有比赛有成绩。哦，对于一个侨胞来讲哦，如果太鼓舞个，也沿途咪个，哦，最希望伊个少棒变扬眉吐气，所以讲伊个招待啦，哦，分奖金啦，啊，就真是讲要个吃侨胞吼，真的是你讲诶不遗余力啦。一个世界杯的冠军啦吼，一共合了有11次，11次冠军，强棒6次，佮诶强势棒5次。荣获1974年世界冠军的中华青棒明星队，即中华美和青少棒队，于10月26号的中午，在热烈的气氛中，双双捧着世界冠军旗帜凯旋回国。在他们还没有走出机门之前，松山机场已经挤满了欢迎他们的群众。这两支胜利的队伍，在接受中山女中学生的献花后，登上礼车，
游行市区，接受民众的欢呼。屏东县美和青少棒队代表国家赢得1988年世界青少棒比赛冠军。今天上午8:50凯旋回到故乡。屏东县各界代表以及地方父老在屏东火车站前举行隆重的欢迎典礼。喂，好。这个美的。哎，这个，哎，天啊！我们好多赶在这个电视机，你们要回梦嘛来呀？好、哦，好、哦，对，好。这个美，李校长。对，校长，又见面了。校长，这个，等一下，这个不站起来都不行啊！不要这样啊！你坐大位啊！现在要到了。我看到你来，我好高兴，你知道吗？哦，这样子。哎呦。多久了？多久了？一直不走进来。通常完了以后，嗯，年纪那么大，到我家里去。啊，哈哈。那那这个，都是你们的商品，知道吗？哦对呀、啊。嗯。啊，那个。啊。好，等一下再给你报告。嗯、力量这么大。要你知道我的厉害。保持这么。坐。啊。加油！加油！很实啊！哦，啊，整高点呐，嗯，啊，印象挺深的呀，哈，嗯，啊，体验民国6年时间呐，哈，嗯，啊，整高点呢，啊，得整个清。正式练起了精神清楚啊，精神清楚啊，所以当年呢我都要练球的时间去一天体操就多球场啊，我很爱的起床动身上啊，有时呢我就看地救的以后我整个人呢你起腿好多摆啊，躺到好多摆就散就跌过啊，高管人来了啊，整个人哦，也是我印象呢，清晨呢，底下民和状况啊。不光看到高管的精神，我本来这个球状况，不敢有弱弱的安尼个拖拉。哎，讲强呢，我都先强硬的个，哎，就稳的个，哎，稳的个肩膀啊，肩膀的啊，这款的啊，比较。哎，我会这样的给他轻松一下。哎呀他很惨哦，如果说我那个时候你也在空军嘛，我回去的话我就军法把你送军法呢，我的过去就是这样的了，骂得很厉害，这个是我时常讲的那个话了，啊，不过看到你们这样的人，我再三的给你们鼓励，所有的金标都好像要你们在这可以拿的样子，好不好？好。对啊，大概因为平常过做练习，啊练习过多，啊身体弱，哎休息一下的。但是伊下不了宿舍，看到又唔出去，连训练又唔出去，家都来练习吼，不时会有那种情形。两面安尼，也低的低的就讲，哎又会累哦吼，哦又会累哦。那如果坐个米盒船去冰一下，对坐会个哎咱骨头衰木安尼，因为难得吼，一礼拜有一日吼可以休息啦。但是整个人都伊个方式都讲啊，家连唔出去，实在也唔会讲唔出去，因为身上训练无钱。
哦，爱看天阳啊，草草啊，全部也爱爱用到钱啊。当然，几年退民几六十年，他家经济也唔会清吼。做十番四的包，哦，徐鹏新先生啊，翻四的包，水木水水局啊吼，叫做最最太安尼上书的。哦，但是呢，嫌弃练习界就会相讲的啊，下个礼拜又冇休息到的。哦，啊，明天看到棒球，明天做的事情相同个，就那是运用的。哦，饮食习惯。哦，不是相同，是咧毛毛会微妙啊，所以我有个反弹，哦，看到就会惊。但是如果上下摆讲啊，啊，搿都莫打。是以前的想法都讲啊，啊，有时间都来练哦，一礼拜练啊冇休息，两礼拜练冇休息，那是改好。但是三礼拜、四礼拜也会疲劳，都会发生状况。啊，今年人没有考好过啊，练那一段日啊变休息用啊，甚至讲咧最后一段会量。哦，长距离的、中距离的、短距离的、间歇跑、折返，各种种种哦，全部对人体哦有关系呢，对训练有关系呢。有滴位人讲诶，多练苦练是好，但是问题是讲多练苦练，但是唔会提供量的练，多练苦练方法错的话，错误就越多。很多向量都是身体啊，这都帮你唔结婚。一九七一年开始，陈继仁先后接掌美和抢手帮、抢帮球队。行过十三个年头，对一下美和生命演播，使得陈继仁在台湾棒球发展史上留下亮眼的名字。1984年，陈继仁接掌雄体业余棒球队，在一败对一支懦弱残兵，来创下棒坛另一的奇迹。雄体队去年得到两季甲组赛的冠军，成为甲组胜棒的一支强队。1989年，中华职棒联盟成立，陈继仁担任雄体相对总教练。1991年，陈继仁以70岁退下战袍。兄弟职棒队总教练曾继恩今天正式宣布，将在今年球季结束之后辞去总教练一职，从明年起担任兄弟队的副领队。在棒球场上征战了50个年头，已经70岁的曾总教头终于卸下了战袍，功成身退。在棒球场上素有教官之称的曾继恩，今天出现的场合是宴会厅，身上穿的是笔挺的西装，这种感觉还不太协调的画面，让人不得不相信曾教官真的退休了。我最关心的是我想打赢球啊，打不好球的话，就是心里最难过的。退休后的曾继恩也没离开球场，归任兄弟队的副领队，搭投入儿童棒球员的工作。他从73年开始嘛，73年兄弟从业余开始嘛，我们是刚好是同事，也算同事嘛，那有工作上的配合啊。那教官，我觉得他最主要他是特别照顾我。他从带空军队，再到美和队，达到世界冠军这种，然后再从兄弟棒球队，兄弟棒球是从无到有。他当时号称那么老弱残兵啊。这不是很看好的一些现役的特别好的球员，他都可以把这个球队的战力都弄出来。这个算是都很不容易的一个成就。嗯，所以就是说他是一个经常创造一个记历史的人。铁血教练是真的是很好的形容，铁的纪律，哎。那血就是代表他的训练很严格啊。快点，快点，快点，先过去了。来，站好再丢。小时候来这里参加棒球营的时候就觉得曾教官是一个非常对小朋友非常客气的人。那直到我现在来这边当了教练以后，也觉得说，曾教练还是一样对我们大家都很客气。对啊，所以但是也一段时间没看到他，就觉得很怀念曾教官的那个拍手的声音。这样，曾教官常常会坐在那边，就是现在防护员坐的那个地方，看着就是带小朋友们比赛啊，或是活动那些。然后有时候他
也会自己下去拿给小朋友接这样子。谢谢曾教练对我们台湾棒球所做出的贡献。我们棒球界永远都需要曾教练。终身成就就是最高值。欢迎曾教练。谢谢我们运动员的一个身体，身材都还是保持得非常的好，身体很健康。上一场讲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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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2011年，曾经标下雄体队富良队的职务，正式对球场退休。也是一天拿多一米，还得没远处。两个树，哎，他跟你说吧，你树立单要安泰。曾经从2006年加入教会，迷信去做礼拜、唱诗歌，变成退休生活的一部分。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下位球场，托高飞地杯，从高油来去，伊都过上个好高的落后股。我没时间都到日本去了，所以呢，我的中文啊，实际上是一目了然了。哎，没在大家的，你说看上说那些东西呢，眼睛也不好。这个感谢。哎，我在这个后边很好，很凉快。哈哈哈，吃饱吃饱，做暗号暗号啊！鼻子摸一摸，哈哈，这样啊，可以可以，对，啊，耳朵你耳朵都看你穿的跟大耳朵啊！牙根还好，来就关了。有一个基本的呢，就是说，碰到牙根实在当有错咯，哦，没碰到牙根都假的哦，哦。三个当然都，哦，不要说按着痛，按着痛，按着痛，按着，哦，好压上算起来，哦，算起来，听一下压中医公司都算起来听一个，听一下听什么，哦，当然各队都有各队的做法啦，看到各队对方来会掉球的呀，掉球你当然打不到啦，
哦，要要杀他就买个东西呢。根本就呢，哦哟，对方个个也难得的用啊，可开炮手啊，哦，炮手按他上去就是哦，几千块的。我同阿叔诶，冇法呀！我哋讲狠，讲辣咁啊，嗰度。诶，来。恭喜！哎，好。嗯，你看，摄影师还特别来。哦，这么隆重，还有。嗯，哎，不要，哎呀，小心哦，不要给我的书碰坏哦。好的，没问题。嗯，一定不会碰坏的。上次帮你，他是，我是营长，他呢，他是那个，哎，我是副营长，因为我退伍的第二工作就是在那个体育杂志工作，啊，那杂志刚好在庆丰街，啊，他说刚好兄弟饭店成立棒球队，啊，所以我的出社会工作跟兄弟棒球队成立是一个同时期，那我就是。开始就在采访兄弟队，那就跟着教官，我跟教官很累呢，5点多就要起来晨跑了、哦、不过好有福利啊，因为可以跟着他们吃早餐呢、啊。跟了几年了？5+5+22，27，对不对？是同时。这个我还没有。家里220，我还没有给他按摩过呢。结果呢？教官每个人都会给他加持的。我在这和小孩子按摩呢，小孩子通通跑到不得，结果我也要啊，真的。这个，我们讲专业人士也没有这么锁劲这么大。好热啦！教官啊，他在这个行业，在这个棒球队领域啊，除了他的战绩标点以外啊。他的做人处事啊，那个是他棒球一个很重要的清流，知道吗？譬如说，这你打听就知道了。那教官他不涉入一些什么权力斗争、这个棒球界的这些问题啊，他就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把球队带好，啊，把球员训练好，他要求球员的品德。成绩的话，你品德好的话，你那个服从啊，有品德，你这种成绩就自然好。那当然，教官最重要是他训练非常严格，所以在他手下操出来的球员啊，那个基本上面来棒球能力都是非常好的。我是棒球队人家最讨厌的，球给球员接，打给球员接，教练打给球员接，球要打多少，你知道吗？外野球要会打，内野球要会打，捕手的高飞球也要会打。对、捕手高飞球是最难打的。对。以前教官在打给外野接啊，是野手站在左外野，然后打到中外野，这样追到中外野来接球。跑的也很快。这样你野手手背区才会宽呐、啊，对不对啊？他要拼哎，他拼紧。嗯。他这种特殊训练，他发明了单手的鼓。我是这样的，那个双棒也，这样转过来呢，
哦，你第二队其中要他跑，跑，等一下又扎边，就这样就是过来，好吧？这样练习的节奏会很快。这个棒子应该有15年以上了。哦，这个不，这个很好，很好用啊。如果晚上有什么，我这里天下太平了，没有任何了。放在枕头旁边。白天可以教球用，晚上可以防身用。但是整教练也从神风幅度的都讲也谨慎，因为那个谨慎包含骨态，很吞球场方家都一个企图心。唔同咱咧生活用个推个品德，吼、哦！另外就讲个人精神面吼，可以影响每一个运动项目个一个最好个结果啦。拄到热天个不是午后雷阵雨个多，吼、哦！午后雷阵一下一撑太热个啊，就冇办法练。但我练习会中断，那人就利用啊你诶司令台啊，坐住个啊，整教练会讲以前打球个你平时台时间，啊讲个做人个样，伊讲个个安尼话呀。一成熟嘅吼，也呢，他的头就会低，吼越低。意思讲呢，你有一个安尼成就，也一个大家好嘅吼，不要骄傲，吼要低调。他爸爸哦，在日本时代也借他们村里边很多钱了，那都有那些借条。他跟我们讲，他在空军嘛，那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才会回去。然后他爸爸就说：“哎，你这些借条就是几年前、10年前、20年前人家跟我借的钱，哦，这个借条你拿去跟他要。”结果他就拿了借条去，结果他说他拿了借条去啊，结果去看他们的家里，那个菜很不好，然后环境也很不好，然后要跟他要钱，要他想说。我的生活都比他还好，我怎么跟他要钱？他的生活虽然他有欠我钱，结果他反而自己掏钱出来，这就是他的个性了，很有正义感的。关于正义感，整个人提到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安部长来了，哦，公安，有安部长来，来这件事呢，哦。我们还到加拿大带着球队去，还有佛罗里达的一个比赛哈，因为去机场那二叔，哦，好，然后二叔安样了，那二叔不一点，那么是样的咯，人家同我就拜托你去养球的，那帮我去数，俺是蛮有的，有一个人想五千箱的。哦，这人带来，我们好像是讲的哦，加上我春天这个是朴素，朴素就讲到我朋友家都提地杯了，没惊讶的哦，那做的事情，所以呢，都我们呢，吼，人家全人拿走，我唔拿走呢，吼，我随时都拿去分队，派出所交给警察。人家命的是还低哦，你是永久都在问题的。要是俺那么个事情了，俺就带进来。那哪里给你没带来啊？也该是有次是安来的。俺都看不到，俺那个路卡呢，可爽快啊！天一去个海个所在呢吼，看不到海，可好玩。我话你，今日你叫做咩？叫做咩？哦，叫做咩嚟？哦，对嘅，咖啡香啊！嗯嗯嗯。刚刚我帮佢做咗8年车啊。系啊，一样嘛。你这模式当然没得了，这个还太烂。哦。那你讲生意呢有没？这个生意高，真是个便宜。
譬如这样，有冇嗌有冇事，根本就冇时间去照顾佢哋。就要一生成功好大熊嘅，大家的这个感觉就把特别的有个感谢唱不来了。所以呢，哈，阿你阿都心满意足，给做些给老师讲呢，就可能我娘呢实在够成熟多，所以阿你都好。我最记得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赖明汤嘉奖他，他又讲说，要是每一个人就像曾纪恩这样子，我们老早就反攻大陆了。哎，我给爸爸方便啦，哈，爸爸方便，哎。清凉清个秋雨啦，雨啊吼，啊咁个秋雨啊吼，对俺咱子女来讲啊吼，一定是重要的东西啦，哈。哎，我妈的，个重个挺重要的东西啊！俺路上讲啊，俺还可以拿看到个秋雨啊吼，俺可以听听俺咱他讲伢呢，看俺路看俺咱看到俺咱他讲伢路讲不咯，俺爸爸一切都同俺咱讲哈。永远在一起安尼啦，哦，但是俺多更加让个亲，咁亲唔到样个一摊尼啦。阿姨生人打球个打安球个吼，应该有一两两两，啊，但是俺都亲唔到。你系一路也未长啦，怪简单，一堆。物质的搿种享受啊，吼，唔要讲啊，一定嘞注重，伊该注重食物，物个落食材，伊从小到近一定嘞上，伊上七家，他是一对朋友，新台房，办那去，我记得要办，都爱办些，记得得个门，更加有问题啊，爱如个压抑。四五十年前养个熊嘞，更加拢养个熊嘞。伊也无像我改个讲个希望啦吼，更加去现代式啊，一刀一刀切一刀切。伊也无像我嘞，伊感觉伊吃安尼，伊如果舒服，伊如果满足个，我爸爸都会安尼，安容易满足个人，关系。就这样的，啊，好了，讲完了，啊。